要说啊，从2015年拖到2016年的未解之谜，这是我爽的突然暴瘦。本劳心怀疑问，却一直也没逮住机会好好的询问一把。而我爽妹子和胡彦斌的恋情，自从曝光之后，又几度传出两人分手的传闻。而的确，也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过任何两个人在一起的路透照了。不过就在跨年当天，胡彦斌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组图，并写道：“美好的2016，造起来吧！”乍一看，图一就是个普普通通的2015相册合集。然而点开大图，却是内有乾坤啊，有没有？放眼望去，一张又一张的，这难道不是我爽妹子的自拍照吗？这恩爱简直秀出了新高度。首先辟谣了分手传言，同时又展望了美好的2016。胡彦斌果然是靠情商取胜的呢。有传闻说，2016年将会迎来爽妹子胡彦斌的喜事儿。虽说不知道真假，不过我爽还是得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的，才适合三年抱俩哦。芒果捞新闻能看到明星的微信朋友圈，真是掌握了一手猛料呢。报道。